从小生活在海边，而且我的外公就是渔民，带头船的老大。你在泥土上，在这个海上，从小就是一个乐园，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面。学院刚出来的时候呢，从1995年画到1999年，这个10年里面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，看到的是就是海，是海的各种各样的形态。那么我们从油画的角度上来说，我们现实主义的。然后到1999年以后，就开始有点意象的东西进去了，那考虑的不单单是看到的海，是海后面的一些东西，那么就有一点表现主义的东西进去了。那时候海里面有一种情节，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海和我内心深处的这个心海就开始结合起来了。那么我在看到我们中国的东方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它的这个笔墨也好，西方的笔触也好，这两者之间就开始交融了。那么到2006年，那我碰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个画廊的一个老板，那么他对我的这个海应该说是比较喜欢。2007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，我一直是可以说为他在服务。以前我在普陀时候我画的海基本上是牛奶加咖啡的这种感觉，美国那边的就说是蓝色的这种海，倾向于视觉上的冲击力应该说更强，那对我有一定的影响。我以前画的就比较灰一点，那么后来看到了这个欧美的一些作品，那就在色彩方面啊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，然后反映到这个心里面你想表达的这种感觉。那现在画的就相对来说外表上颜色更漂亮一点，绘画的语言就更加的丰富。美国签约结束之后，这个我2013年我就又重新就是说回归到我的海里面来，因为我缺乏营养。我为什么我到舟山来？因为舟山这一块是我们骨子里的，是我们的根。这个舟山的这个海养育我，这样我作为一个记录，作为一个画家，我怎么样去表达出来？那么至于表达出来以后看得懂看不懂，或者说怎么样大家喜欢不喜欢，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。